今年刚满23岁，浑身散发满满青春活力。然而近期她登上节目是好朋友的周末时，却向其他比自己大的女星抱怨自己脸上长了皱纹。尽管 Angelababy 安慰她表示完全看不出来有皱纹，但是她依旧强调自己脸上有猫咪纹，让 Angelababy 也只能露出尴尬的笑。节目片段播出后，引来不少网友吐槽这样的行为很白目。对此，欧阳娜娜日前在直播中解释了自己脸上的猫咪纹其实是遗传的皱纹，自己的家人也都有。她坦言自己其实有容貌焦虑，所以很在意身材以及皮肤状况。至于 Angelababy 在节目中做出的尴尬反应，欧阳娜娜则表示大家都是好朋友，私底下关系也很好，澄清了两人不和的谣言。Bye.